现在喝成这样，您把扔我车上算怎么回事？我跟车上他也醒不了。你讲理吗？你讲理吗？他是你的朋友，这是我朋友的朋友，我跟他不熟，我们就头回见，然后吃顿饭，然后他说这个散了之后他带我走，我就坐个顺道的车给我捎回去。那他现在这样，那怎么办呀？你跟我喊也没用啊，他有地址，你给他送到他去那地址。我有地址，我给他送到，他怎么下车呀？你看他现在这样，他能下车吗？那你跟我，你救我，他下班下班跟我有关。哎呦，您真逗我！哎，你别，你给他的朋友打电话。我刚不打了，跟您说了吧，那边不接，发消息也不回。你给他家里人打电话。我不认识他，你再不熟也是你们俩一块上的车呀。你扔在这儿，我怎么办呀？那你跟这陪着他，我开你车走。你这是废话吗？这不是，你不是找事儿吗？找茬啊？你这叫揪着我手，我不，哎呦，我不跑行吗？嗯，你先给他擦擦嘴，你给他擦，你给他擦一下吧。我怎么给他擦呀？你在前面。哎呦，哎不行，你这么，你先接你的单，你带着他，然后到时候那看，就他万一一会儿就醒了呢，还得回家呢。我也要回家呢。他不是你的乘客吗？你给他带回家去吧。你有病吧？谁知道你车怎么开的？你给他颠弄醉了。看看，您过来看看，过来看一眼，看看这怎么？我操！怎么还拉了跟车上？哎、真是的，你这，你把这空调先关一下吧。关了不他妈更厉害了吗？那风往我这吹呀、啊，这块，你把窗户开开吧，你这。你怎么的？喝他妈这么多呀？你快点回我电话行吗？快，赶紧快回我电话啊！文祥拉在车里头了，你快点儿！我不要你车钱，上次把他弄走。这不是车钱的事儿，就算现在我能给他送家去，那我不是还得打车走吗？你我凭什么呀？我招你惹谁了？我给你20块钱，不是20块钱的事儿。你把他给，你这不是20块钱的事儿？你说我给他送过去，我还得打车回来，我他妈招你惹谁了？我他妈招谁惹谁了？那你说怎么着啊？要不你给我60，好吧，我就那什么了。60，你赶快把他弄去，快！你赶快，要不你给我65吧？我看我怕不够。哎呦，就2块。行，你先拿着，我先。我看您开车也不容易。你赶快，我这拿那纸帮他擦一下，行不行？这你纸巾给我，你让他趴那会儿，我给他那什么，先给他把你腿这块擦擦。你看，哎呦，你看你别这个，哎，这你扔出去，你别客气，你扔出去。你赶快，他一会儿吐了。他们吃什么了？还他妈窜了。这顺腿根流，我怕他一会儿吐了。你扔，我知道，扔你不能扔马路上啊！你，你有塑料袋吗？我一扔，我现在、啊、我现在没有。我知道。要不给他立起来，擦完了吗？你有水吗？擦完了吗？你用这有水吗？我冲着我这涮着手。您别喝了，赶快给他洗了呀！我知道，我这喷一口，我给喷一下。你别喷车，我给他擦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是我这弄不了这个。你他妈回来！